可以让他按下去吗？按你有选项叫。你可以让他选择地方。不点了，关键我认刚才我听到了。好，大家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款那个整合写文件功能的一个 R 的套件。那在这之前，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它这个一个叫 Markdown 的一个语法。这个跟 R 无关啊，这个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做笔记的一个语言。那我只是简单的顺过去，稍微讲一下，因为我们之后要介绍 R 的套件跟它有很密切的关系。那 Markdown 它很简单，它基本上就只是一个有点像从纯文字文件来的一种格式。那它主要就是说，它好写，然后好读，就是你不需要特别的软体就可以来读它。然后它基本上，其实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写好以后就给人家看就可以了。那它其实有些人会问说，它跟 HTML 有不同的。那 HTML 是要帮你做排版、要发布的，那 Markdown 会给你写。那它基本上它也跟 HTML 有很多关系，因为它本身没有提供排版的功能，所以它就是有提供 HTML 的语法整合，所以你可以使用 HTML 来帮它做排版。那你如果直接写 HTML 的话，有两个符号你需要很麻烦，然后特别跳过，在 Markdown 里面你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现在以下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Markdown 它的那个语法。那它第一个我就讲段落跟缓行，这样像连接的文字，像这个蓝色的就是 source code， 那下面看到的就是经过 Markdown 发布以后它会长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你虽然你有一个段行，但是在下面看到是接在一起，这个就是一个段落。那如果你有中间插一个空行的话，那它就是不同的段落，所以就看到它就分成两段。那如果你要在段落内强迫段行的话，那你就是在第一行的后面空两格，以后再按那个，那就它就会断。那标题的话，第一种就是用底线，那双线的是比较大的，那单线的是比较小的。那你也可以用井号，井号就数几个，有一到六个都可以。这个就是标题。那你也可以做引言，像它很像那个电子邮件，你就是在前面加这个符号就可以了。那排版出来都会变这样。那你也可以，如果你懒的话，你可以只在段落的第一行加就可以了。后面还有，对，那引言里面也可以有阶层，然后也可以使用其他的 Markdown 语法，这个没有问题。你说箭头是引言是？对，引言，就是你用 Google Gmail 以后，你按引言以后，它也是用那个通用。那清单的话就是加号、减号、星号都可以。那你如果这样打的话，它就会这样的清单。那有序的话，你就是用一二三。那但是它不是照你打的数字，它会自己再帮你数。然后清单通常放在最左边，那你清单里面也可以包含段落，但是你在段落前面就要下空格。下空格？对，就是我这边没有放范例。你说你可以加那种箭头？就是例如我在这个 red 下面啊，然后 enter， 我可以在下面打一段文字，但是我每一行前面就要有一个 ident 这样子，这样它就会跟 red 放在一起，不然的话它会变跑到 red 上面。它自动锁牌就对了。没有，你要帮它锁。那程式码的话，你可以用程式码区块，像我这边的这种蓝色底色的效果，都是用程式码区块做。那程式码区块的话，你就是在前面空格就可以，空四个空格吧，或者是一个 tab， 一个说法也可以。然后那个，如果是行内的话，你就是用这个符号就可以了。那分隔线我这边不秀了，就是用这些符号可以做出分隔线。然后如果是 hyperlink 的话，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就是在你要显示的字上面用中括号把它括起来，然后后面再接一个小括号，
像我现在移上来这个 an example， 它就有 hyperlink 的效果。最后那个 title 是什么意思啊？title 应该是有，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 link 最后导出来的那个黑色的。哦，对对对，我看到了。哦。然后强调的话就是你可以在前面加星号或引线，那如果两个的话就是更强。那个 HTML 的那个 tag 不一样，那种对，那一个是 EM， 一个是 strong 嘛，对。那图片的话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跟连接很像，但是你在前面加了惊叹号，我这边没有跳出来。好，那个自动连接的话，你可以在两边加这种，加那个开口的那个惊叹号。那这个是它的跳脱，就是这些符号在 Markdown 没有特殊意思，所以如果你要打出它的话，你要在前面加个反斜线。然后这个是参考这个网站上面的资料打，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细节的语法可以再去看。我今天只是简单介绍一下。那我要来介绍。今天的主题了，都看得清楚吗？好，那我今天就要进入我今天的正题，那就是使用一个套件叫 KNIPR。那它是一个，聊一下，它是一个那个一个当地人吧，我不太清楚，它应该是在美国的一个华人来开发的。那他现在还一直有在开发这个文件，就是说你可以，他在 GitHub 上就有开这个 repository， 所以你随时可以去上去跟他问问。我前几天在做这篇文件之后，我有上去问他，他有就是那几小时内就回我。对，然后他这个套件还持续在开发，我在暑假的时候有帮他写一个函式，那个时候刚刚好看到他有缺一个功能，然后我刚好我会，我就帮他写一个函式。所以他一直是有在进步，对。今天讲的，也许未来他还会有跟踪，我也不知道。然后只是就我今天了解的，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东西主要就是解决写文件的问题。那其实你只要做 coding， 都会有很严重写文件的需求，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有空来写它。对，但文件其实它非常重要。举例来说，你今天写一个东西。然后过半年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的文件注解什么干嘛，你根本就不知道半年前自己在做什么，就是要从头来。那或这个是自己哦，那尤其是如果你要跟其他人沟通，或者是例如像我之前在公司还要交付文件，我们包外面的案子，最后程式写完，你还要写说明书给人家，那个是都是就反正文件是你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其实你。程式都写不完，你还要再找出时间来写文件，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时间都是不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需求总是一直在变的，对吧？你去 meeting， 老板上个礼拜跟你讲第一个方法，这个礼拜讲换另外一个方法。那如果你要写文件的话，你文件可能就要跟着改，对。那或者是流程要改，我觉得。换方法还好，换流程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地方求不到传达。对，那客户有的时候他也会要求你，他要加新功能。那新功能你要就要，你可能为了要加新功能，你的函数就要多一个参数，那多一个参数，你的文件就要跟你改。对，重点是最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你 code 改好，但是你没有去看文件，所以到最后你的 code 跟你的文件就已经。你的文件还是你花了很多时间写文件，最后跟不上时代，然后也不能用，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套件就是要有一个，就是要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在做报告跟做投影片的时候，最常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今天可能做完报告做完投影片，结果我方法又改了，所以我的图啊表格什么又坏了，然后我就要再花时间把图表再贴到投影片上。然后又改了，我要再贴一次，又改了再贴一次。有的时候可能贴这个的动作，就会花掉你写报告的时间的一半以上。那这个套件就可以帮我们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它也有跟 LaTeX， 它里面有 LaTeX 的连接，所以你
可以用它来写数学式是没有问题，因为在很多科学界有的时候要写数学很麻烦。对，然后而且它你可以做到就只有一份 source code， 所以你就没有我刚刚讲的你的文件跟不上你的 code 的问题，因为你就是一份 code， 一份 code 你就只要管好它就好。那而且它目前 RStudio 提供 KMIT 啊很全面的支援，所以如果你们有使用 RStudio 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功能，就是它比原本的 R 多很多功能。那其实很多其实是跟 KMIT 有关的，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来研究一下。那这边介绍一下 KMIT 的运作原理。那基本上它是从 RMD 这个档开始。那如果是用 我今天讲的是以 Markdown 为主，那如果是以 LaTeX 为主的话，通常是 RN 档，但原理是一样的。那经过 KMIT R 以后，那如果是 LaTeX 是思路，或是一些其他类似的套件，他们会把原本这个 RMD 档里面的 R code 抽出来执行，然后最后会变成一个 Markdown 的档案。那变成 Markdown 档案以后，再透过一些其他的，像是 R 有自己 Markdown 的一个引擎，然后你也可以用第三方的，像是 Panda 的一些引擎来做，来再把它变成你要的档案格式。对，那像我这个投影片是用，因为我这个是 slide， 所以我是用 Panda 做。那如果是要做成一份报告的话，有的时候会用 R Markdown 来做，等一下会有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就算是 Markdown， 它也可以 compile 成 LaTeX， 这也可以。对，所以其实有很多选择。那在点 ND 档的时候，我们的档案看起来大家像这个蓝色框框的这个样子。就我这个就是以上一页我们看到这张图为例子。那其实在我的原始档里面你看到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它的标题，就这个是一个标题，就前面加井号，就是 Markdown 它是一个标题。然后这个反斜线请忽略它，它不应该存在。然后在 KNITR 里面呢，它是使用三个这个符号到底要怎么念，我也不知道，就是一左边的那个 from 三个 from 来把它包起来以后，里面的 code 就是 R 运行的 code， 所以到最后这里面运行 code 的结果会被输出到自动的会被迁到你的文件里面。那在这边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它一些特殊的语法，它告诉 R 说，这边是你要来帮我 pass 的部分，然后这边是一些参数，对，然后接下来这边就是你的 R code， 然后到最后我这边最后它就画了一个图，所以刚上页就有一个图。那我这边我只要改这个图，反正我跑的时候那边的那个图它就会自动的更改，我不需要去做任何 copy paste。那你也可以使用那个，那当你变成 MD 档后，它在 MD 档里面看起来就会变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是 Markdown 的，这边就已经全部都是 Markdown 的那个格式了。那它会，你可以下一些参数啦。通常 RStudio 预设它会把你的图片全部变成 Base64， 然后迁到你的文件里面。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如果要把你的报告寄给别人，你不用把你的图片包起来，就一个这个 HTML 档案寄出去就可以了。然后到最后，我这份是用 Panda 做的，那它就最后它就做成这个样子，最后它就变成一个 HTML 的格式，那就是大家再去透过 browser 就是大家看到的样子。对，那 KMIT 啊，它提供了很多套控制，它控制有第一个是套件选项，就是你在 compile 的时候你可以下的一些选项，那像是你可以决定你出来的格式你要 LaTeX 还是你要 Markdown。还是你要其他的格式，它还有一些选项。对，那你的图片的这个是图片的那个处理，像你图片可以用 Base64， 或者是像这个 Upload Function， 是它有整个这个功能，我觉得蛮酷的。它可以选，就是它有一个函数可以直接把你的图片上传到一个网站，应该是一个专门放图的网站，这个我不熟。对，但是大家可以觉得很有趣。对，然后它也可以做Animation， 它可以做动画。像我刚刚是放产一张图，所以你就投影片上看到张图。但如果放很多张图呢？你如果图太多的话，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做成动画嘛。那你动画可以决定用 NT4， 或者是你要用SWF， 各种格式在这边都可以选择。那还有一种是 chunk 选项，这里所谓的 chunk 就是刚刚那个用三个 prompt
框起来的这一段城市码，我们就叫做一个 chunk。那每个 chunk 它还有可以有自己的选项，像是 cache。像是你会想说，我每次都要重新跑全部的 code 吗？这样太慢。你可以把 cache 起来，它就会自动去帮你比对，除非你有改里面的 code， 它才会重 run。不然的话，它会把里面 run 出来的结果暂存起来，加速你 compile 的速度。那还有 include 就是你要不要让它被动执行啊？或者是你要不要执行？你也可以只把它秀出来，但是不执行。然后你也可以，这个是 warning message， 就是警告你要不要露出来。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个警告跑出来的例子。对，然后你的结果是要有用 code block 把它框起来。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结果都是用 code block 框起来。但是有的时候，当你要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结果就把它当成 HTML 的一部分dump出来。然后你可以决定你的 figure 是要正常的把它秀出来，还是要把它压成一个动画 animation， 这都可以选择。那撰写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其实你没有什么，你只要会一点基本的markdown，然后你只要记得这个 chunk 的这个格式就结束了。那唯一要知道就是 chunk label 不可以重复，就是你重复的话，compile 它会把你打掉。对，那当然你也不一定要 chunk， 你可以用行内。所以你也可以在行内乱码扣，然后把它迁进去。这可以一些例子是说，例如你说，我今天测了几种方法，那方法其实是个变数嘛。今天老师又加方法了，那个数字就变多了，那你就可以在这边放R的变数，那它就自动会帮你调，你就不用每次在那边数。那数学符号的话，它是使用这种语法。对，那左边这个两个钱包起来的这个部分就是它的 LaTeX 的那个数学符号，那右边就是compile 出来的结果，那你也可以用短度。那 R Studio 它对 KNIDR 的资源非常的多，这边简单秀一下，要一直切画面。我这边先秀完，然后等一下带给大家看真正 R Studio 长什么样。首先你如果对 Markdown 不熟没关系，它右边有一个按钮，点下去你就可以查。然后它有一个按钮，让你直接就可以把那个 RMD 档编成最终的 HTML 文件。然后你这个，你如果像我是要编成 Token 片的话，你也可以在一个档案叫点 R Profile 里面去更改。那我这边写的这个范例是它预设的行为。那如果你不要做它预设的行为，例如你要 Pen 档，那你就在把这个 Markdown 中间这一段，你就把它改成那个，把它改成 Pen 档，用 System to Code。偏大图片，那它图片预设是会整合成那个，用那个 base 的字把它整合进去，然后答案本身就是完整的报告。那你随时你在写的时候，你也随时可以用有一个 run 的按钮，可以帮助你在 R Studio 上测试，然后你也可以补，它有一些插入 chunk 啊、执行 chunk， 还有浏览 chunk， 你到时候你的答案很大，你会需要可能到第一个 chunk 跳到第十一个 chunk 也没有问题，他也帮你做这件事，然后他提供了 chunk 选项的自动完成，所以你不需要去背 chunk 选项，你也不需要去背他的选择，他都帮你做完。那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家看得清楚吗？ Okay. 不知道。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run 就是在这边，就是你可以在这边就是 run 它的这个值。哦，这边我还没有 load 那个 KNIDR 的那个套件。那你可以在这边按这个钮，它就会重新把刚刚看的那个 HTML 档重新再编一次，然后 MD 档就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Markdown 语法，它在这边右边这边有介绍。然后你如果想要看 chunk 的话，在这边都有。比较有趣的应该是这个吧，你可以选择你要跳到哪一段的 chunk。那编译的话，第一个当然就是用 KNIT， 就是用 R Studio 的 KNIT 就好。那你也可以自己写 R 来做，写 R 的话 code 大概长这个样子。
对，那你要把一些变异的，就我刚刚有讲，它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套件选项，那个你要放在这边，那一个是呛选项，呛选项你放在呛的那个中括号中间，然后你当然写好 script 你也喜欢的话你也可以那个翻，好，那这边就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翻译，那像如果我们今天要写一个 RND 档案，你要切一下视窗吗？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像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呛选结构，它会自动帮你变色。然后你如果想要呛选项的话，它这边都会跳出来。所以例如要 catch， 我选项它就帮我变。那我可以在这边点大的。就直接正常，是个乱数。如果撞好，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也可以马上撞，他就帮我 compile 出来，在这边就可以开，这很方便，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东西，做报告都很方便。那如果你要输出表格的话，举例来说，一个 data frame， 一个 R 里面的表格资料形态，那它当出来，如果直接当，大概长这个样子，其实不是很好看。但是你可以用一个套件叫 Xtable， 它可以帮你整个变成 LaTeX 的表格，或者是那个 HTML 的表格。我这边是用 HTML 的表格。那如果是，那你要这样做的话，你就必须要把你的 output 的不能放在 code block 里面，你要在选项里面要换一下。它有一个，就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叫做 resolve， 好，我不想切了，直接用就没来就这样用停的。对，这边就会有选项，就是你可以把它藏起来，或者是你丢什么就是什么，或者是像刚刚这个预设，就是它会把它放到 block 里面。对，所以透过这样的话，我们只要搭配一些其他的 R 的套件，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整个报告，做这个很简单，非常简单。那像我以前一天到晚都要把 linear regression 的结果想办法把它 copy 到 Word 里面，我真恨那个时候为什么不会这个，我可以花更多时间来打磨受挫的干嘛？没有，开玩笑，对啊，就很方便啊，就是任何你拿分析的那些结果报告，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把它清进来。那你也可以输出图片的话，大概长这个样子。那这个是一张，这个图形，这个指令其实我是 plot 一个那个一个 R 的物件啊。那它 plot 它会自动产生差不多三四五六张图，它就是检验一个 linear regression 的那个效果好不好。那你就可以看 residual， 对，然后还帮你 plot residual 是不是常态分布，还有帮你画，然后你的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 trend， 你的 residual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 trend， 也许你的 model 还不够。这边就有问你，然后这边就是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奇怪的 outlier 会影响你 feeding 的结果，然后最后有一个这个 part 的名字。那可能觉得太多张图这样看很累，对，你就可以把它做成动画。那动画很简单，就加个 animation， 然后。我不知道，我在这个版本，我的版本上测，我是要调到那个，我要调这个方向，要跑出去了。就是他那个，到时候你去看他这个没有办法，这个 R Studio 没有支援，这个、可能要去他官网看一下，他有哪些那个转那个动画。我最后试出来是用那个是用 SWD， 所以他画出来是这个是他的范例，一个时钟，对，就其实很简单，就是输出很多张图。然后它就自动帮你动。那像是如果有人想要上课想要解释 K-mean 的话，那他就可以用这个。这个是 animation 它的一个套件，就很清楚可以看到 K-mean 的运作原理。那它甚至可以和那个 JavaScript 最新的一个那个绘图引擎叫 D3 来做整合。那
举个给大家一个反差，就是如果你静态的图画出来，就是你用 R 来画，先进来就是一个静态的图，它就是在这边一动就一动，没有办法跟你做任何的互动。可是如果你是用 D3 画的话，那就。